的道德标准，忠孝仁爱，信义和平，礼义廉耻，真的要学会，好吧？好，不能再无耻下去了。不能，直接睡着。但是我也怕热，你这我都怕热，好给他。从第一格开始，怀孕，怀孕的期间，怀孕，来，这个是那个线线金虫哦，你看好可爱啊！哦，从怀孕开始啊，请出题。民间流传许多怀孕禁忌，不能拿剪刀，会影响到胎神，导致生下有缺陷的孩子被拍肩膀容易吓到，导致流产。这些说法不是百分之百都正确，请问下列哪个怀孕禁忌是正确的？A 吃木瓜，宝宝容易有黄疸。B 孕期吃薏仁，容易流产。C 怀孕期间禁止性行为。正确的。好，来，玛丽用。A 吃木瓜，宝宝容易会有黄疸，因为木瓜里面有个木瓜酵素，它会影响这个。C 怀孕期间是可以性行为的。孕妇期间吃薏仁容易流产是没有，因为我老婆怀孕的时候我有做薏仁水给她消水肿。每天吃是不是？对，我自己熬薏仁水让她消水肿。太用心了。对，所以是 A 吃木瓜。各位公布这个答案。还正确。答错。讲成这样，又错就是 B 啊，就是必然的。各位冷静下来，你这个害人，只有一位有答题机会，哎，他答错了就没有，就是扣一千，这样就要扣了。好，正确答案是 B， 是 B， 不能，不就是凉？那你还给他，还给他吃？我也怕热，你这我都怕热，好给他吃啊，这样消水肿啊。我跟你讲，不行啊，薏仁在中医来讲，中医药来讲是寒气，是寒。好了，恭喜罗丽塔，这个没有得分哦，但扣了一千。好，下面一题，来到了生产。出题，游到生产的地方。在1780年代，剖腹产发明之前，产妇遇到难产，医生必须做出适当的处置，并使用工具。因此，当时有两位医生发明了某项工具的原型来帮助生产。请问是哪项工具 ？A. 鸭嘴器 ，B. 电锯 ，C. 剪刀。哎，来，玛丽欧。残忍。A 鸭嘴器，漂亮。恭喜，答错。又错。你不要跟我讲是剪刀，不可能是电锯吧？好。不可能是电锯。没钱，太烂了。这个太烂了。正确答案是，就是电锯。好恐怖。太伟大了啦！哎，要快速锯开骨盆的软骨。母亲，孩子如果不孝顺，那是多大的一个罪？孩子如果不孝顺，你就拿电锯出来。对，电锯。妈妈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才生下你。我们的道德标准，忠孝仁爱，信义和平，礼义廉耻，真的要学会，好吧？不能再无耻下去了。不能。好，现在马里奥的分数已经到了无耻的地步。你快给我无耻！怎么会这么离谱？你我们也想到哎，但我们就拿那么简单让你得分，对不对？婴儿题，请出题。来到了婴儿时期，不让喽。新生儿一出生就有一些先天的反射，像是刚出生一靠近妈妈的奶头，本能的吸吮起来，这个动作就是吸吮反射。请问以下哪个反射不会随时间而消失 ？A. 吞咽反射 ，B. 抓握反射 ，C. 踏步反射。好，马里奥掉书包了，来了，冲了啦！要冲一把了吧？冲了，哪一个反射？冲一波了啦 ！Reaction， 吞咽反射，只有那不会吞咽，要插管，小孩子。你看两个小孩谁吞咽不起消失？答对了。对了，因为很简单嘛，这是最基本的求生，你根本连想都不用想。他的手脚还没有灵光的时候，只剩下嘴口气，然后呢，一遇到东西又吃东西进去，能够延续生命，所以吞咽反射是不会消失，不会消失。哎呦，恭喜啦，终于有4500分了。好啦，要上幼稚园了，幼稚园了，来幼稚园戴帽子喽，来请出题。
幼幼台哥哥姐姐们在节目上各种带动跳动感的歌曲，让许多幼稚园小孩朗朗上口。其中有一个成员出道22年，是幼幼家族唯一还在线的初代成员。近期曝光最新的家族合照，让网友惊喊不要再吃小朋友了。请问是哪位成员？这个他真的没有变呢。香蕉哥哥，香蕉哥哥，答对了，恭喜他们！他真的没有变，我小时候看他就长这样，真的，到现在还是长这样。他太动了啦，很动。涂抹孩子的微笑来当做保养品哦。哦，人家吃小孩长生不老的，本来我不说了哦。好，再来是我们国小的时候啦，要踢足球，踢足球，请出题。前年小学生们之间风靡起灭鼠版消消乐的游戏，是的，在校园造成流行轰动。规则是一，两人轮流按下任意行，任意数量凸起的老鼠，最后一个按下的人输。二，两人每次只能按同一排的老鼠，不可跨行。三，一次可以按下一个或是多个老鼠，但必须相连，不可空格。腰部男女配权，好不好？黑白配，男生女生配，前后左右，好不好？用腰部前后左右。刚做完月子，不再怕你了。预备起，黑白配，黑白配，黑白配，男生女生配。直接输了，叫五零零零零零零，对，来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第一个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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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好，换了丽卡，就换我了，是不是？你也可以一次贴多一点，对呀，你一次可以贴一整排哦，前面没排没穿，对，你可以一次贴一整排，因为这样比较快，我们比较快完这一次，不用浪费，对，好，那我们要把一整排给他贴起来，我贴这一整排，那他进啊，从后面就判断智商，对对，哦，可以，嘿嘿嘿，哦，要连续哦，嘿嘿嘿，嘿嘿嘿，哦，来喽 ，OK OK， 来喽，快进入危险期了，关键要来了。现在还是安全期就对了。等一下，我要再贴一个，我要再贴一个。嘿嘿嘿，这样子。嘿嘿嘿，我们不喜欢听到猫叫。嘿嘿嘿，嘿嘿嘿，嘿嘿嘿，好厉害哦。嘿嘿嘿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不能一个，可以可以，你可以贴，你可以贴这个，你可以贴这个，但是你不能这个跟这个，对，不然我不能这样子，对，一个一个就一个啊，哦，那一个也可以，对，贴一个，只能连续，你要连续，你不能贴左边，然后就贴一个，我就贴一个，哎呦，一定要连续，对对对，嘿嘿嘿。哦，留一个哈，留一个，嘿嘿。要想要想喽，要想喽！丽塔赢了。我丽塔有想吗？有啦，没有。我丽塔有在想哦。有啦，有啦。好了，嘿嘿。我没有，我是最后一个。对啊，哦，不是，你要想，对哈，要想。恭喜 Mario 获胜。我竟然最后一个赢，我竟然最后一个赢，最后一个输。OK， 接下来是青春。青春期的时候呢，足球已经不踢了，但是他已经改成朋克，他去染头发了，染头，哎，开始朋克头了，叛逆，叛逆，叛逆了，叛逆起来了啦，这个头有点像东东了，叛逆线 ，OK， 青春期，请出题。国中生刚好是进入青春期的年纪，好，学校都会安排性教育的课程，是每个学生最期待的一堂课。以下是关于性的有趣知识，请问何者错误？错误 A， 性爱后越快入睡的男人身体越差。B， 英国间谍会利用精液作为隐形墨水。C， 男人在死亡后。人有可能勃起。那好，来，错的，错的，何者是错的？对。A， 性爱后越快入睡的男人身体越差，不是。你都是很快入睡，所以你身体是。因为我赶快睡，要储备下一次。你都没有睡啊？哎，我又来了。对，那男人在死后了，人有可能会勃，因为他血液还没有完全停止。你会不会是一半就睡着？还是对方一半就睡？太老了吧？
选定了吗 ？A 就是 A， 错的。恭喜答对。是吗？哎，真的呢。法国性医学的研究人说，男人的大脑皮层跟神经肌肉在高潮处短暂，而且高度而且短暂兴奋状态，会随着兴奋感消散而迅速减退。所以亲热后男人入睡越快，代表身体修复能力越准。很准，我一睡翻了，你那个是马上疯，对，你那个是，我要叫救护车了。然后英国间谍会利用精液作为引擎墨水，哇，这个太好恐怖哦！他但是因为有味道，味道太浓了，所以失败。男人在死亡后仍会可能勃起哦。绞索是对小脑施压，所以跟脊髓损伤有关系啊。检查尸体有无死亡勃起，被法医学当作是一种判断死亡前是否有受虐的方法。哦，受虐有勃起代表受虐，就是你被如果是这样子勒死的，可能就是会勃起，他会刺激到这个地方，他就噔，他就会勃起，一掀开。他是被勒死的，铁证如山呐！手里还握着凶器，一柱擎天，勒死了！他是被勒死的，手不要动，被自己勒死。各位，现在是人家录10500对唱10000哦！哎呦，全来超车了哦！好紧张哦！初恋，直接给人听上去的。好，初恋都爱心了。初恋，请处理。男女在还没正式成为情侣前，需要经历一段互相探索认识的时期。根据网络温度计的统计，请问以下何者是女生反感的暧昧行为第一名 ？A. 积极照三餐问候 ，B. 反感自以为帅的摸头杀 ，C. 不顾对方意愿接送。第一名，这个你很难呢，这个真的，请抢答。好，来。人用猜的啊。女生反感的就是你不顾对方的意愿接送。哦。人家没讲，然后你就在那里等。对，就是你才刚开始暧昧，双方都彼此要有交友的空间。哦。那你一直要去接送，代表你要监视我。对，你莫名。我的时间被你锁，我他妈没有跟你在一起。哎，我也认为是这样。没有想说啊，积极照三餐问候 ，OK 啊，你东西放门口，我就自己。摸头杀有碰到身体，摸头杀也不舒服哦。如果没有，你摸可以，不要压。哦，不要压。我是压头杀啊！我爱你。那个我要报警了，报警。所以你的答案是 C， 不顾对方意愿接受，答错。好。正确答案是摸头吗？摸头杀，看到摸头杀，没有，因为如果是帅的男生摸头会真的晕倒。对呀，可是如果是脏的，丑男摸你就是好，那现在就是暧昧了啊。问题就出在没有他摸，他摸的不是女生的头，不，如果是自己的头，那你自己摸，没有，就是因为在暧昧当中。我们连牵手都没有，不能太多了，不能太多。对 ，over， 你 touch 到身体，肢体接触就。但是我也认为是莫名其妙的接送。对，不顾像以前曲哥会这样莫名其妙出现。不会，他都会事先跟我讲好，会等我。我爸就会，我爸。哦，你爸跟他爸不一样。哎，而且我爸是买那种野狼业务，然后直接在我妈下班的门口这样停在大门口这样，这样哇，他是摸自己的头，这个脸是这种这样摸头杀，自以为。是的，不要一起玩吗？太帅了，上上。那个阿朱啊，就直接昏了，他。OK。好，9500现在又被逆转了。来，哇，来对9500对10000，来下面一题。毕业了，毕业了，毕业了，恭喜你毕业了 ，Graduation， 恭喜。哎呦，他的头越来越重，头越来越重，真的哦。请出题，决战喽，决战喽。哇，毕业典礼过程中。最引人注目的是颁发毕业证书以及拨穗礼。这个你拨穗的意义代表稻穗或麦穗成熟，因此拍照时要留意将学士帽的流苏放在哪一边。二分之一啊！哇，这个忘记了哎，完了。
完全没有印象。谁敢举？其实这个都二选一，二选一了，都是二分之一。哎，马里欧没打，他没念过大学，对不对？好像是右到左，是不是？右到左，来给答案就可以，不用疑问。右到左，由右到左，就右边这边放到左边来。恭喜答对。我没得懂。好，出社会请出题。每个人都会面临到进入职场成为社会新鲜人的时候，过程中难免会有些不适应。根据网络温度计的调查，请问下列哪个选项是新人期十大转职焦虑的第一名？ A 老鸟甩太难相处。 B 下班时间没人动也不敢动。 C 适应期工作少闲到发慌。第一名哦，转职，他因为这样要转职焦虑哦。哎，请抢答。答一波，两位抢得很客气耶。我觉得应该是 B 吧。下班时间没人动也不敢动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下班。哦，因为新人期时间到了，但是不敢走啊。对啊，早走怕被说偷懒。什么状况？对不对 ？OK，A 跟 B 啦都有可能。对 ，A 跟 B 啦。哦，但是这个节目有时候玩阴的，有时候他可能来个喜。所以你要工作少到想哪个工作？你不要说我们玩阴的，锁定 B 玩阴的，恭喜答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又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一佩。三立严选，熊熬算。三立严选最划算，记得来看我双十一，一定要锁定三立严选。